以往失智据点协助长辈延缓退化、促进健康的活动，因为防疫期间皆停摆，许多据点人员改采线上探访办活动，持续关注服务对象。巴里疗养院办理的失智据点，每日就会在通讯软体群组上提供简易任务，例如自我照顾、家事、运动、认知等，借此维持长辈功能活动量，减缓照顾者压力。我们从五月中的课程停止之后，每天都会不断的透过 LINE 的群组提供相当丰富的课程。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每天都会提供课表，包括从一开始的防疫的介绍，然后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或是给一些拥抱、给照片，透过照片的一些回忆，甚至居家的一些运动，搭配对讲的资讯，结合时事。除了这之外呢，可以跟老师们去做一些联系，当然呢，能够做一些怀旧的影片的整理，以及他最有兴趣、最有心得的部分，还有桌游的介绍。那同时最重要的，我们也是避免他在家退化运动的部分，所以提供了很多运动的相关影片，也期望他们能够在家透过这些影片的介绍，一起来动一动，跟着老师一起动之后，降低他们因为防疫期间没有办法来参加据点活动而造成的肢体的僵硬或是动作协调。大家可以看到说，每天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些的活动安排，在疫情解封之后，大家重新回到据点参加活动的时候，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个方式也能透过家属分享活动照片与影片在群组中，让其他家属们也可以互相给彼此回馈及支持。近期疫苗施打的资讯也会放在群组，提醒家属及长辈预约，并卫教施打疫苗的注意事项、副作用，让长辈及家属可以清楚为打疫苗做相关准备。记者温俊台北报道。